最近，一则关于崔宇植疑似恋情曝光的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有网友在表参道偶遇了崔宇植和一位女生逛街，这让很多人猜测他们是否真的恋爱了。其实，早在之前就有网友在推特上扒出过崔宇植和一位 IG 博主的关系。现在有目击者证实了他们的恋情。据网友爆料，他们在表参道偶遇了崔宇植和一位女生逛街，两人举止亲密，看起来十分甜蜜。照片中的两人笑容满面，关系似乎非常亲密。这个女生穿着白色短袖 T 恤，搭配浅色牛仔裤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，看起来十分休闲。崔宇植则穿着一件黑色 T 恤，搭配一条深色牛仔裤，非常低调。两人在逛街时紧挨着彼此，似乎在享受着属于两人的美好时光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网友纷纷猜测两人是否已经恋爱了。作为演员，崔宇植在演艺事业上一直备受瞩目，这个消息让很多粉丝都感到意外。